通过观想湖水清醒头脑。在我们静坐的时候，头脑会常常浮现湖水的画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观想湖水，找个舒适的姿势，让自己坐下或者躺下，把注意力轻轻地转向你的内在，想象你坐在湖水的中央，安静地观察你的念头。每一个念头是湖面上泛起的一道道波纹，提醒自己，波纹不是我的心，波纹只是暂时的，它总会消退的。我的心如湖面一样平静，像湖水一样深沉，让宁静的能量洗净我的心，清醒我的头脑。我回到平和的状态，让我带着平衡去做每一件事，让每一天都充满宁静。做几个深呼吸，反复上面的练习，直到心如止水。